我是陆怡，2004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，专业是声。2006年考入香港中艺团，因为父辈的影响，从小我就接触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乐器，包括中乐，包括西乐。因为父亲也从事这一行，所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，我接触到了声，感觉它很特别，因为它能够演奏和声，甚至是多声部的旋律，所以就一下被吸引了。之后就找老师拜师学习。在这次音乐会里带给大家两首曲目，第一首是《冬恋》，它是以声重奏的形式出现的，想表现声的和谐性、统一性以及一种室内乐化的感觉。第二首是《太行相情》，是一首声与乐队的协奏曲，这首曲子是运用了浓郁的山西民间音乐色彩谱写而成的，以优美细腻的旋律描绘了太行山区古老而质朴的民间风情。希望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团里老师长辈的指导与帮助下，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，同时也希望在两位总监的带领下完成中艺团的使命宣言，发挥专业精神，追求音乐至高境界。